次和机灵一。不要叫我流星，我现在叫福尔摩星，我从此以后不叫流星了，我的艺名叫恒星。我能把枕巾当成擦脚布吗？这样两个脚丫子可以一块擦。别怕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干嘛呢这是？哈哈，反正这句话我们以后也会对女孩子说的。我们长大了也会狂野，狂野。小老鼠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他利用自己偷偷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。只听一声呐喊，喵，伸出了一只黑手。流星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爸，这杯子都碎了，看看都碎了，你还不打我？干嘛打你啊？哎呦，你要急死我，就您就打我一顿成吗？求您了，打坏了算我的，求您了。我是您亲生的，该抽就抽，该揍就揍，该野蛮就野蛮。这么说，我以前很野蛮了？嗯，特野蛮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抽，对对，咱们全是喝牛奶喝出来的。当然了，啊，那我就不用喝这牛奶了。嗯。因为我不想当奶油小生，我想当硬汉小生，姜文。是，人家姜文之所以能成姜文，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他妈逼着他天天喝牛奶。那他不喝牛奶成什么呀？成葛优啊。得，别看我现在腿坏了，我照样能踢你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公主饶命啊！你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依呀、啊。真的。真的，那我可就说了啊，小星子，这扶我回房间。在厕所里待的那段时间长短，并不能判断出对方是正在大便还是在小便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刘星，你认识泰国人吗？你才认识泰国人。你真的是那个可爱的下雪的弟弟？我真是下雪的可爱的弟弟。妈，我要上厕所。妈，我要上厕所。妈，我能不能进来呀？不能。你怎么让妈妈进来呀、啊？我不让她进来，她待会儿也得进来。嗯、太可惜了，要不然你就是全市第一了。刘星，你又在那儿装什么大猩猩？回过去，快！你哪叫大猩猩？你叫狒狒。那下班真早哈、啊，别说全出院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光着屁股过来？说什么呢？那我不成裸奔了吗？你就是裤子短了点儿。妈咪。去，不用做作业。一更，新更，蓝色更。真美丽。哟妈，又歌唱我呢。妈妈，如果要是有一个人死乞白赖的非要让你们去和他谈谈，你们去吗？嗯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专门非要谈谈啊？病人。班主任、他现在正在学校等着你们呢，去不去？妈妈啊，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可是爸妈的重点保护对象。你给我刷碗去，你给我倒垃圾去，妈给我削个苹果吃。哎，知道了。我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、啊？我哎呀，天理何在呀、啊？你们凭什么惩罚我呀、啊？也冤。我现在比窦娥还冤！哎呀，冤死我了！我招谁惹谁了？我这前半生就这么毁了。第三页，第27行，我想有个女朋友。小雪都能和自己的狂野男孩约会，
我怎么就不能见见自己的野蛮女友啊？妈，我也在想，如果我以后交了一个女朋友，我不喜欢她了，她自杀怎么办啊？妈，我跟您商量件事儿，您给点资金成吗？嗯，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。不要打孩子，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不要把他的叶子打掉，要打就打我吧。星星，你就能明白你两个弟弟有多么的英俊。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今天老师发现一天才，这天才就是我，这就证明我长大以后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奸细。怎么呀？哎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呗。男子汉肚子里能撑船，一帮都不记仇。冲您这句话，我以后决定考大学了。饿吃吃了拉拉了还得饿，拉饿饿了吃吃了。威胁他们，如果他们要是再不和好的话，我就玩一个月的电脑，我累死我自己。窦娥是我国历史上最冤的一位妇女。我们两个男人在外边打拼，你难道就不能慰劳慰劳我们吗？玫瑰进门心里有人，说你心里装的是鬼呀还是神呢？只能把你牙给削掉了，我才高兴呢。说话，别唱歌，嘻。自从我一穿上这高档鞋，就决定以后不穿低档鞋了。那么丑陋，我挠了干嘛呀？我觉着别人的妈比我亲妈对我更好。嗯，我第一次听见小雪对我这么温柔的说话。我不疼，我一点都不疼。请问贵同学贵姓，找他有何贵干？谁让你们生出来了的？你们经过本人同意了吗？那您忘了，我可是您的小心肝儿啊。哎，别哭，其实我觉得爱一个男生不如爱一只被烤熟的母鸡，尤其是鸡翅那部分特别的香。小雪姐姐，我好想啊。我也好想你啊，姐姐。你快回来，别让我独自叫起来。老爸，别问为什么，请快点打我吧。来，是我是我还是我，打嗝的方式唱生日歌，他成不得。祝生日快！你跟我走，何时跟我走？小时候妈妈对我讲。还有高乐高啊，立定，向后转，跑步跑，洗手间你快洗手去，没问题，我要洗手去。耶耶，这下我俩全吃过，耶耶耶耶，如此快乐又自由，耶，还会爬上山，爬上山，明天也会一样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像来也不回来。就该我有胆有势玉面小蛟龙出手的机会了。拳打南山猛虎，你就可以一剑在手走江湖，打遍四海无敌手。来段猴拳，我们打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关。我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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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专门能抓碎敌人的脑袋。咱小区竟敢有人打我弟啊！走，跑！咱俩现在找他去。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喝了虎骨汤了，敢欺负我姐姐啊？问问他的弟弟，我刘星到底答应不答应？我这就去给他报仇。什么事找我啊？哎哎，绝对！水落石出，看怎么样？我要马上退学，去少林寺做一名少年武僧。现在是人家美发厅的形象代言人。来，成了。我们改的还可以吧？您看我像摇滚歌手，这是美丽二人组。
后你们就可以管我叫刘总了。我不是有好几百万的吗？哎呀，我马上就要去外国留学了，还上什么补习班儿？脸上疤疙好多小疙瘩。大了以后，我一定要当一名优秀的宇航员，我要坐着神舟100号，第一个登上火星。不错吧？帅，帅呆了。觉得你很庸俗吗？笑话，告诉你太不深刻。管我呢，管得着吗？我乐意。你嘲笑我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说我的偶像。他把我惹毛了，太猖狂了，不打他不正常。我整不死你的。怎么了？魂儿都没了。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头，哎，好像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我刚才好像没打肥皂，我来打点肥皂。我也没打肥皂。这是给我的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看见没有？好儿子，别扛着了，招了吧啊！早知道我就和他一块逃跑了。嘿，什么离家出走，还反了你了，你是？嘿，等他回来我跟他算账。快快快，脱了妈给洗洗吧。哎呦，脏死了！脏了，哎呀！哦，这恐怕来不及了。别闹，我不是说你。真的真的，今天真的来不及。你坐下来消消气儿。你说你火气这么大，去了这不明摆着要去跟人吵架吗？你去，算算还是我去。哎呀，梅梅，好好在家待着，听话啊。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儿，你去不合适。咱家开娱乐城了。咱家不开娱乐城。咱家开废品回收站。啊！干嘛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哎哎哎，干嘛呀？你又要大义灭亲呐？死你！老爸这意思啊，就是不鼓励也不反对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不鼓励也不反对。跟不跟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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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你干嘛呀？再去玩一会儿，一会儿。啊，我说的是这儿，这儿有毛病吗？精神病。啊，是是是。我看你才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呢，院里跑出来的呢。我回去准备了。成，我告诉你，这事一定要保密。我回去准备。嗨，我接吧，给我留点。接个电话能把你们几个人累死啊？喂，我乖，乖啊！吓死我！笑什么笑？你吃饼干噎着了你？看你这孩子，快说呀！不是不习惯当面夸人吗？夸！最近咱们家老有一股一股的邪风，刚才我报纸都给吹开了。是吗？我就是那邪风。换句话，哪有信的了？这个，哎呀，啊！别心，好，我也正想跟你商量件事呢。啊，您先说。不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我没上哪儿去啊？那我得考虑考虑。我抗议。抗议不上，
气死你！